田树拢是林温氏的办事人员，一部分是摊主，一部分是摊主，一部分办事人员，一部分是办事人员，一部分是讲师，还有一部分是讲师，几位点评师，几位点评师，一共有160-170位，拢总有160-170位，啊，都是灵隐寺这方面的，拢是林温氏家这个道亲，你道亲，那么你们多少年了？不归你。60年一张圣赛，15年了。民国60年呢？民国60年。啊，有这个徐德生师。有徐德生师。还有赖玉坤哈。啊，个赖玉坤。赖坛主。赖坛主。他们通力合作。因通力合作。将这个灵隐寺啊，将这灵温寺就慢慢地带起来，慢慢带起来。还有他们几位坤道点评师，啊，搁有几位坤道点评师。再进一步呢？搁进一步，就有你们这些个讲师，就有恁几位讲师，老摊主们，老摊主们，慢慢的，慢慢的就列入一个哈先天庙，都列入一个先天庙，也就是后天转先天，啊，是由后天转先天，就是那个魏老先生啊，就是魏老。先生，将这块将这个庙舍出来，将这个庙写出来，列入先天，列入这个先天，就是我们天道的佛坛，就是咱天道的佛堂。这个是不容易啊，这是不容易，这是他的功德呀，这是他的功德，他的缘分，他的缘分，就是注定，注定，注定这个庙啊，注定这个庙列入他的福气，这是他写庙这个福气，也是这个地啊。啊，是这个地，这个庙啊，这个庙，它这注定，伊注定，人有人的命，人有人的命，天有天的命，天有天的命，地有地的命，地有地命，万般皆由命，万般皆由命，半点不由人，半点不由人，默默之中，默默之中，都有一个主使者，弄一个主使者，就是老母，就是老母，诸天神圣，诸天神圣，我们师尊师母，师尊师母，慢慢的，慢慢的，给我们拨转，给咱拨转，一点点，一点点，一点点，就给我们凑合，给咱凑合，机缘成熟，机缘成熟，这个形象，这个形象，这个形态，这个形态，就现出来了，都现出来，这是人呐，这是人，没有办法的，没办法的，没有办法左右的。无办法来左右的，我们不要说是一个大事情，卖讲是一个大代志，就是我们一个自我，就是咱一个自我，我们一个小我，咱一个左右咱，冥冥之中，冥冥之中，都有一个命运的主宰，弄一个命运的主宰，命运来支配我们，命运来支配咱。但是现在修道办道呢，你的前途啊，咱的前途，自己可以创造，家己也用创造。一般俗人说呀。一般俗人的讲，万般皆由命，万般皆由命，半点不由人，半点不由人。照修行来说呢，照这个修行来讲呢，修行人来讲啊，修行人来讲呢，就转变，对当转变。吕仙祖走过，吕仙祖讲过，吕到底我不成功啊，我无成功，我誓不罢休，我誓不罢休，将来你就成功了，将来你就成功。请问你们大家，请问恁大家，你们现在，恁现在是不是列入修道人？是不是列入这个修道人？算是修道人吗？算是修道人不？应该算。应该算。今天在位的。今天在位的。是不是都清口了？是不是都清口？是。没有清口的没有几位。没清口的没几位。我们都是修道人。咱都是修道人。我们现在自从修道到现在。咱自从修道到现在。都有改变。咱是不是都有改变？有吧。有吧，就是改变我们自己了，改变咱自己，已经改毛病，已经改毛病，已经去脾气，已经去脾气，已经去掉不良嗜好，已经去掉不好的嗜好。有时候人心动，有时阵人心动，有时候血心生，有时阵血心动，自己可以控制自己，自己当控制自己，可以降服自己，会当降服自己，不敢说错话，
不管讲是讲唔对话，不敢说错话，唔敢讲唔对话，不敢办错事，唔敢办唔对代志。这就是修道了，这就是修道，自己约束了，家己约束。请问大家有没有约束过自己啊？请问大家有约束家己无？有吧？有无？不敢随便发脾气，唔敢随便发脾气，不敢随便起魔火，唔敢随便起魔火，不敢随便说坏话，唔敢随便讲歹话，更不敢随便做一点坏事，更加唔敢随便做歹代志。这就是修道，这就是修道。问问自己良心，问自己的良心啊，抬头看一看上天。抬头看看上天，我没有做伤天害理的事儿。我无做伤天害理的代志。我对得起天。我对得起天。那么低头看看有关系者。低头看看有关系人。你说，我们在家庭来说。咱伫个家庭来讲。我们关系者是谁？咱关系者是啥？父母、夫妻、父母、夫妻、儿女、儿女。兄弟姊妹，兄弟姊妹，这个关系是不是很密切？这关系是不是真密切？哈，看看我们周围这些个人，看看咱周围这人，一个一个看，一个一个甲看。哇，未歹哈，未歹哦。我都对得起你们几位啊？我拢对得起恁几位哦。你们都有父母，恁拢有父母，你们都有儿女，拢有子女，你们都有夫妻，拢有夫妻，你们都有兄弟姊妹，拢有兄弟姊妹，你都对得起你周围的人，你拢对得起你周围的人，你们大家敢不吗？恁大家敢讲吗？不敢。不敢的话就不可以啊。唔敢的话，俺就袂使哩哦。因为我们修道了。因为咱修道了。啊，做人要圆满。做人爱圆满。啊、人难做。人难做。人歹做。难做人。难做人。既然是难做。既然是歹做。是不是难能可贵？是不是难能可贵？是哈，你要做得很圆满。你若要做了真圆满。做得很成功。做了真成功。周围欢喜。你有关系的，你周围跟你有关系，见到你真欢喜，看到你拢真欢喜，看到你真欢迎，看到你真欢迎，啊，就你就做人成功，安尼你做人就成功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？那你住到你们家，那呢？你等到恁家，住，天天住，逐工咧住，拢也不出去，拢也无出去，你气焰快没？气焰，哼，恁内底人欢迎不？内底人欢迎不？不一定啦，你一定断，要卖去。兄弟姊妹、父亲儿通通有，父表、父妻、兄弟姊妹，通通有。半个月，半个月相处半个月，相处半个月，气换白啊，气换白啊。他们想，哎，你不要出去最好。你讲卖出去上盖好。我们团圆，咱团圆了。我这爸爸真好，这个囝真好。我这囝真好，我这阿兄真好。我这阿兄真好，大行拢好，大行拢总好。如果住半个月不离开，如果若住半个月无离开，每一个人都欢迎你，倒一个人拢总欢迎你，啊，拢喜欢你，拢介意你，那就真好了，安尼就真好了。住每天不出去，每一天拢无出去，住无十天，住无十天，父母就讨厌你，父母就讨厌你。啊，这个出去好了，啊，这个出去好了，卖天天住了，卖十天住了。你太太就讨厌你了。啊，您太太讨厌你。讨厌。讨厌。啰啰嗦嗦。啰啰嗦嗦。出去好了。出去好啦。你的儿子看你就不介意了。您囝看你不介意。天到晚上。一日到暗。就发脾气。发脾气。讨厌。讨厌。这个爸爸出去算了。这个爸爸出去算了。这就是不成功。哎，就是不成功。做人不圆满。做人不圆满。你们去换麦啊？您去换麦啊嘞？有人去不？有人去过不？无。因为我们都是出去啊，因为咱拢出去啊，定定出去，定定出去啦，所以也无尴尬，所以无尴尬啦，所以距离是美啊，距离是美啦，距离越远呐、啊，距离愈远，你这人越美好，你这人愈美好，越看你很完整，看你愈完整，你大日做伙，你大日做伙，啊，形影不离，形影不离，你的缺点，你的缺点，你的败处，你的败处，你的毛病，你的毛病，你的脾气，你的脾气，你都露出来，拢露出来了，家己袂圆了，跟我袂圆，自己不能圆了，家己袂当圆了，就现原形了，就现这个原形，人家都不欢迎我们了，人都不欢迎咱了，对不对？对不？所以我们修道啊，所以咱修道，就是修自己，得修自己，啊，心也圆，心嘛圆，心都是圆的，心是圆的，没有角，没有棱，
无角无刃。不，没有刺，不想刺人。无想要刺人。啊，我们修嘴，修口。修这个口。啊，口也是圆的。口嘛是圆的。讲事情，讲话很圆，很圆。讲话真圆。不给人刺，不给人嚼。未给人刺插啦。哦，这不简单呢。这不简单。你做，我们做人。咱做人。也是圆的。嘛是圆的。不给人刺，不给人嘎。嘛，未给人刺，未给人打。通通是圆的。拢总是圆的。哈，这个就好了。安尼就好了。这叫圆满呐、啊。这叫做圆满。真的有这么一天呐、啊。真正有这一天。为什么叫公圆国满？为什么叫做公圆国满？内公圆，内公满，外国自圆。内公满，外公自圆。对不对？对不？这个话里边有原因的。这个话内底有原因。怎么叫内功满、内功满、外国自圆呢？安那叫做内功满，外功的自圆。所以做人都开始啊，有一个目标。所以咱做人开始要有一个目标。要求圆满。爱求圆满。啊，在家庭求圆满。在家庭求圆满。在社会求圆满。在社会求圆满。在道场更求圆满。在道场呢，更加爱求这圆满。人人都圆满。人人拢圆满。你所认识的人。你所拜的人都圆满，拢总圆满，就是公圆国满。哎，你就是公圆国满，对不对？对不？我都研究这句话有它的参机啊。前人研究这句话有玄机啦，参机。不是说我天天讲，天天讲，天天讲，都公圆国满。不是讲咱天天在讲，一直讲，一直讲，哎，就是叫做公圆国满。太上讲的三教真传。在咧台上讲这三教真传。哦，天花乱坠。天花乱坠。下台啊。下台，马是该查人，马是该去查人，嘴也查人，做人做事也查人，嘴也查人，做人做事也查人。这个是公圆国满吗？这敢是公圆国满？我讲几世人也不圆满呐。安尼讲一世人嘛未圆满。你说有没有道理啊？您讲道理不？有。那你们还没有圆满是不是？啊，您有圆满不？我也是还没圆满。先谦虚讲也无圆满。我也是不圆满呐。先人讲也无圆满，所以现在我们修道了。所以咱现在修道了，办到了，办到，对人都有影响力了，对人拢有影响力。要要求自己，爱要求自己，力求圆满，力求圆满，那就成功者，安尼就成功者，听好吧？听好不？有。那你们这个地方啊，您这个所在，开荒啊你。十五年了，开荒十五年了。你们算是长，算是短？算是长啊，算短。无长无短。无长无短。那你们自己的感觉哈、啊？您家己的感觉？最近这五年呐、啊？最近这五年。你们的道悟？您的道悟？是进步是退步？是进步还是退步？家己讲，家己你们都是内地人呢？恁拢是内地人啊？你们是灵隐寺的内地人呢？恁算是灵隐寺的内地人？恁不是外人呢？不是外人。恁家己怎样呢？家己怎样？恁这五年呢，你们是进步啊？进步，退步。退步。最近无进步，无上进步。不进步。但我也退步。我们率性之位到哈。率性之位到啦。不能够，我们不能够，也不能客气啊，莫客气啦，要勉强，莫勉强啊，要实话实说，实话实讲啦，是进步是退步？是进步还是退步？那个家庭佛堂开设的很少，渡人这几年来，这几年来拢差不多变起来，我四百出头了，每年就四百万人，每年四百人，那算是不进不退，算是无进无退啦。停滞阶段，停滞阶段，停滞了，停滞了。我的看法哈，这您的看法，你们并没有退步，您并无退步，也没有积极的进步，也无积极的进步，就是在停滞阶段，在停滞阶段，你们也可能啊，你哪有可能在稳定之中求进步，在稳定之中求进步。那我想还是很有前途。这您想哈，你那是真有前途啦。因为呢。因为呢，看到你们今天这个人呐、啊，看到恁今日这人都很好，拢真好，头脑很清楚，头脑真清楚，90%，90%，我讲的话你们都能接受，真人讲的话恁拢会当接受，你拢听有，恁拢总听有，那就袂歹了，哎，就袂歹了，哈，说200多道道做会，200多道道做会，眼睛都不知上哪看。
目睭拢唔知向对看。我讲话都不注意听。前人咧讲话拢无注意咧听。那是独孤。底下独孤。那个人多也没有用。安尼人济也无路用啦。哈，多了不如少，少了不如好。都不如少，少不如好。我们现在要道行要选这个人才。咱即马道场爱选这个人才。太难了。才难呐、啊！有人才很困难。有这人才真困难。那你们今天呢？您今仔日呢、啊？前五年我来的话，前五年前人来话，啊，也没有今天这个表现。啊，无今仔日这个表现。前几年我的印象哈、啊。前几年前人的印象。拢是老人。拢是老人。不太整齐。无啥物整齐。啊，那么今天看到你们呢？今仔日看到恁呢？啊，就都是中年人。拢是中年人。有几个年轻人？有几位年轻的人？这就是我们这个道场啊。这就是咱这道场。已经稳定。已经稳定。你们这些人只要不变。恁这的人只要不变，就有前途，都有前途。啊，你们想一想，恁想一想，你修到这个程度了，你修到这个程度了，你是点穿师的，你是点穿师的，你是讲师的，你是讲师的，你是坛主了，你是坛主了，你是办事人员了，你是办事人员了。嗯，你们对自己有没有信心？恁对自己有信心吗？有。还会变吗？还可以变吗？不会变。没变了。既然不会变。既然未变，那么这个灵隐士，安尼灵隐士就有前途，都有前途。你们变，你若变，前途都不乐观，安尼前途都不乐观。哈，所以事在人为。所以呢，事在人为。再说，再讲，你们爱不爱你们这个家？您会爱这个家不？爱。这是你们的家呢。这是您的家哦。你们不能你拿着你自己当外人。你莫将你自己当作外人。你们是内地人。您算是这的内地人。啊，有缘呐、啊，有缘，千里来相会，千里来相会，没有缘呢，无缘呢，我们是对面也不相逢，对面不相逢，你们在一起，您到底是同舟共济，同舟共济，在一个村里边过渡，在咧同一个船内底共渡，我们在一个村里边，那个赛船那个。这个坐船哈，咱伫个同一只船内底咧坐船，过这个海，过这个海，我们就有这个船呐、啊，这个船，好几百人，真济百人，也有船长，有船长，也有大夫二夫，有大夫二夫，也有船员，有船员，哦，很多，有真济，有客人，有人客，我们过这个海呀、啊，咱过这个海，由此岸到彼岸，由此岸到彼岸，这个海称呢？这个海顶、啊、有几万里，有几万里。我们这个海行到中间，我们这个船行到中间了。咱这只船行到这中央。啊，我们通船过渡的。咱同船共渡的。我们那个时候什么心理？那时阵咱什么心理？一条心。一条心。一条心。那个心都是什么心？那个心是什么心？哎呀，我希望我们这个船呐、啊。哎呀，我希望咱这个船呐、啊。这个前途啊，这个前途还有哈、啊、两万里，还够两万里。哎呀，求老天慈悲啊！哎呀，求老天慈悲！大家不要妄想啊！大家莫妄想，不要妄动啊！莫妄动。好，发诚心呐、啊！发诚心，求上天慈悲啊！求上天慈悲。我们这艘船呐、啊，咱这只船啊，一帆风顺，一帆风顺，一定要达到彼岸，一定爱达到到这彼岸。中途之间呐、啊，中途之间不能出问题，莫出问题。我们一定要达到彼岸，咱一定要达到这彼岸。都回家去，拢回去。所以。这个同舟共济，所以同舟共济，那都是缘分，这都是缘分，那都是一条心了，这都是一条心。嗯，我们希望这个船呐、啊，咱希望这个船不要出问题，唔好出问题。我们希望船的人呐、啊，咱希望船内底的人要小心，爱小心，不要掉下去，唔好沉落去，都是这个心理，就是这个心理，都是这个心理啊，拢是同款这个心理。那么我们现在这个船呢？啊，现在咱这个船呢？是什么船呢、啊？是什么船？是法船。是法船。一艘法船。一只法船。什么叫法船？什么叫做法船？啊，穿法之船。穿法之船。穿道之船。穿道之船。因为道。因为道。大家才能够坐这个船。大家才当坐这个船。因为穿法。因为穿这个法。我们才坐这个船。咱才坐这个船。你说我们这大家这个缘分深不深？您讲咱大家的缘分有深吗？你说我们大家的关系密切不密切？您讲咱大家关系有密切不？密切。真密切咯。要怎么样？所以爱安怎？同时，我们这其中一份子。同时，咱是其中的一份子。
点三支，点盘丝，讲丝，钢丝，攀竹，断竹，半尺圆，半尺金丸，要心连着心，爱心连心，要手拉着手，手牵手，你照顾我，我照顾你，你照顾我，我照顾你，不能够掉下去一个，未使连着去一个，我们大家同心同德，咱大家同心同德，使我们这条船呐、啊，使咱这只船、啊、开得很平。开了真平，很稳，真稳。又祈求老天呢，搁祈求老天，仙佛呀，仙佛，祝我们一帆风顺，助咱一帆风顺，平安到彼岸，平安到彼岸。是不是这种心人啊？是不是这种心理？是。这种心人的话，这种心理的话，我们大家，咱大家一定要同心同德，一定爱同心同德，不分彼此，不分彼此，不能够掉下去一个，未使连到去一位。每个人都要看好了，每一个人都要看好，这叫同心同德，这叫做同心同德。那你们大家呢？啊，恁大家呢、啊？都有两个家，拢有两个家。我们是每个人爱不爱我们的家？咱每一个人是不是拢爱咱的家？你们都有家庭，恁拢有家庭，都爱我们的家，爱咱的家，是不是都希望我们的家很好？是不是拢希望咱的家真好？每个人都是如此。每一个人都是如此。你修道办道了。你修道办道了。我们都有道场了。咱都有道场了。你们家在哪儿呢？你的道在哪里？道场。哪个是你们的家？道这是您的道。灵温寺。灵隐寺是你们的家。灵温寺是您的道。知道不知道？知道不？你们有没有拿这个灵隐寺当作你们的家？您有将这个灵温寺当作您的道不？有。你们这一百多位，您家一百多位，初一十五，初一十五，或者是大典，大典，或者有什么法会，或者是讲有什么法会，或者有什么班，还是有什么班，或者是你们的班，还是您的班，你们有没有常回来？你有时常回来吗？有。有没有维护你的家？有维护您的家吗？有啊，没有普遍，没普遍哦，不普遍，没普遍啊。我看到咋样啊？这您看到咋样？面收的。面较少个，常常见的，时常见的，并不多，并无偌济。也可能我来了，你们没来。也有可能真人来，恁无来。也可能你来了，我没来。也有可能恁来，真人无来。我们起码呢？咱起码呢？啊，初一十五。初一十五。要回来。爱回来。老母啊。老母。啊，每逢朔望。每逢朔望。初一十五啊。初一十五。都要降凡。拢爱降凡，都要降临佛堂，拢爱降临这个佛堂，受我们元佛子来拜，受予咱这个元佛子来拜，我们跟他老结缘，咱甲因老人家结缘，老母跟我们结缘，老母甲咱结缘，像你们这个大佛堂，亲像恁这个大佛堂，初一十五，初一十五，有没有请单？有请单无？所以这是规定，这是规定，大佛堂，大佛堂，成了一个道场的，成立一个道场的，一定要请单，一定爱请单，请单是为了什么？请单是为着什么？您说为什么请单？您讲为什么请单？请老母啊！请老母！请老母回来！请老母回来！请诸天神回来！请诸天神请回来！降临我们这个家！降临咱这个家！我们这些儿女们！咱这些儿女们！给老母磕头！给老母磕头！给老母拜！给老母拜！给老母请安！给老母请安！这是我们做摊主的礼貌，这是咱做摊主的礼貌。你们都知道吗？您都知影不？现在因为这个工商业社会，现在因为工业社会，啊，初一十五不丢礼拜，初一十五不丢礼拜，很少回来，真少回来，有时候晚上回来，有时阵暗时回来，这叫晨昏颠倒，这叫做晨昏颠倒，不什么法律，不什么合理的，可是没有办法呀，可是没办法啦。啊，可是你们这个灵隐寺，可是您这灵温寺，我们这个环境，咱这个环境啊，没有列，不是列入什么工商社会，不是列入什么工商社会啊，你们大部分都是农业社会人，您大部分都是农业社会，有几个做生意的，有几位做生意的，也有几位哈、啊、家庭主，又有主家庭主妇，好，有几位家庭主妇，我们这个时间安预先安排好了，咱这个时间呐、啊，事先安排好，初一十五会回来的。初一十五就当回来，比如说我们十点开始拜，比如讲咱十点开始拜，我们九点半就来了，咱九点半就来，这是你的家呀，这是恁家啊，老母会回来了，老母会回来啊，那我们怎么不回来呢？咱啥也没回来呢，一个月才两次，
一个月才两次。超市佛堂啊。超市佛堂。嗯，供果啦。供果。这都是你们的事儿。这都是恁的代志。初一十五以前插佛灯啦。初一十五以前插佛灯。这都是你们的事儿。这都是恁的代志。起码呢。起码呢。您应该开会。您应该开会。分组。分组。插佛灯。插佛灯。整理环境。整理这个环境。人有的很诚心的呀。人有的真诚心，都争着给老母插佛灯，拢争要给老母砌这佛灯。摆不着的话就真艰苦，摆不着阁真艰苦。请问你们摆不着会艰苦不？请问恁各位若摆不着会艰苦不？无半个，无半个。好像啊，这都是欧巴桑的代志。敢那这拢是欧巴桑的代志？插佛灯你们都谁插？砌佛灯，这拢送的砌。轮流有欢喜不？轮流了有欢喜不？有。这个佛灯是代表老母这个家呢，这佛灯是代表老母的家。我们的心里边想象啊，咱心肝来想象，这个佛灯啊，这个佛灯，老母的房间赶快，老母的房间赶快。当然老母也不照镜像，当然老母是无着这个形象。可是我们供养老母，可是咱供奉着老母，我们心目中有一个形象。咱心目中有一个形象，我们给老母插佛灯，咱给老母插佛灯，咱想整理老母的房间环境，当然在整理咱老母的房间环境，请老母娘来住一天，请老母娘来住一天，心目中这么来的感受，心目中有这个感受。所以为什么初一十五以前爱插佛灯，什么意思？所以为什么初一十五以前爱插佛灯？是什么意思？是什么意思？是整理房间的意思，就跟咱在整理房间的意思啦。听好吧，听好不？表示我们的孝敬，表示咱的孝敬。为什么初一十五要献供？为什么初一十五爱献果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哎呀，老母回来了。哎呀，老母回来呀。就好像我们妈妈回来了。刚刚咱妈妈回来呢。哎呀，喊你归时回来哈。啊，喊你归时回来吃。爱吃什么呀？爱吃什么？我亲手给你煮一个。我亲手给你煮一个。表示我们孝敬。表示咱的孝敬。所以就是要献供。所以爱献果。要献香。爱献香。信香。信香，表示我们这个诚信的心，表示咱这个诚信的心。我还是那样尊敬老母，我也是这样尊敬老母。我没有变，我没变。我给先佛磕头，我给先佛磕头。所以才要献香，所以才爱献香。我们磕头，咱磕头。老母十叩，老母十叩。诸天神圣五叩，诸天神圣五叩。表示我们的敬意，表示咱的敬意。表示我们诚心，表示咱的诚心。请安，请安。问好，问好。是表示我们的心呐、啊，是表示咱这个心。这叫诚意中，心意外。这叫做诚意中，心意外。所以我们在天津啊。所以咱在天津。初一十五啊。初一十五。哦，那些个老太太啊。遐老太太。欧巴桑啊。欧巴桑。祖父啊。祖父。行李郎啊。行李郎。当时丢了。当时丢。比较自由一点的。比较较自由的。十点以前就到了。十点以前就到。哇、哦，通通诚心诚意。拢总诚心诚意。穿的衫真干净。穿的衫拢真清气，见老母啊，见老母啊，听话，听不？你要是一个啊学界的，你也是一个学界的，这个我讲这话不太适合。真人讲这话就不适合，因为什么？他不能请假，因为伊袂当请假，只好晚上拜，伊只好暗时来拜，这就马马虎虎了，这就马马虎虎了。因为我们是一个大庙，咱是一个大庙，不能够不有形象。未使无坐行枪，不能够不回来。未使无回来。我是给你们，我今天给你们讲啊。今日今仔日甲咱讲。你们将这个初一十五的庄严道场。恁将这初一十五的庄严道场。你们维护像个样子。爱维护亲像一个样啦。还有呢？还佫有呢？你们都要通心通德。恁拢爱同心同德。初一十五。初一十五。我们要渡人回来。爱渡人回来。啊，比如说老母回来了。比如讲，老母回来啊！哎呀，我对老母孝敬啊！啊，我要对老母孝敬，表示我的孝念，表示我的孝念。你老大开普渡，你老人家大开普渡，大慈大悲，大慈大悲。我今天带两个人来。哦，我今日带两个人回来。大本欢缘，大家团圆。大本欢缘。哦，大本欢缘。归根认母，归根认母。这是一个孝，这是一个孝敬，这是一个孝敬。尽友好的款，尽友好的款呐。听好吧，听好不？所以你们呐，所以恁呢，这个班，这个班，我们今天见着面，咱今日见见面，我们要重新立志向，咱来重新立这志向，重新自己鼓励自己，家己鼓励家己，再讨论，搁讨论，再研究，搁研究，初一十五，初一十五，最好不要空谈，上盖好莫空谈，要带人求道，爱带人来求道，啊，家庭佛堂也回来，家庭佛堂嘛回来。
带来这求道，带来这求道。我们本坛的坛主，咱本堂的堂主，啊，更回来，更加的回来，更带人求道，更加的带人来求道。啊，定就是催促定期啊，初一十五号定期啦，啊，定期办道，定期办道，签到多的。天多济，有人才，有人才，你们都一定要请你们去点吃饭，恁都一定请七点吃饭，听吗？听不？借机大家团圆，借机会大家团圆，办完到了，办完到，然后，我们要吃个饭就吃饭，咱若要食饭就食饭，啊，然后，再讲道理，再讲道理啊，再个讲道理，你这个初一十五啊，初一十五，我们才有作用，咱才有作用。才对你道，才对我们的道，才对咱这道有帮助，有帮助。更对你们的灵隐士，对恁这灵魂士有前途啊，有前这前途也有帮助，也有帮助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我们所度的人，恁所度的人一定要带进各班，一定爱带进各班。我们每一个班都要重视他，咱每一个班拢爱重视。我们的讲师，咱的讲师，我们的摊主，咱的摊主要全心全力，爱专心专力，顾这个新民班，顾这个新民班，慈善班，慈善班，各班，各班，要看好了，爱看好。大家同心同德，大家爱同心同德，继续下去，安尼落去。三年以后，我们这个佛堂啊，咱这佛堂，我们这个道场，咱这道场会改观，对改观，人才一批批上来，人才对一批一批出来，啊，事在人为，事在人为。现在你们有了人了，现在恁有了人了，你们大家都是本佛堂的人。恁各位吼，拢是本佛堂的人，这是你们的家，这就是恁的道。有人就有事，有人就有事。有这么多人，有这么多人，就应该有很多的事好办，就应该有真多代志好办，对不对？对吧？你说事情怎么来的？您讲代志安怎来？代志是安怎来的？代志安怎来？自己吹来的。家己去吹来。我常常说嘛，真人思想讲，我们办道人呐、啊，咱办道人要没事找事儿，爱无代志吹代志。没有事做，我偏偏找事做。无代志，偏偏去找代志来做。你才是真正办道的。你才是真正的办道。人家请我们来，我们就来一下。人家请咱来，咱才来这里。我们不请我们来，我一年不来没关系。人家不请咱来，一年不来嘛，不关系。这是标准的办道的吗？这敢是标准的办道？人家都进步了。人人拢进步了。人家都成道了。人拢成道了。我们还停滞阶段。咱要搁停滞在遐。你停在这儿不动了。停在遐无叮当。啊，将来谁吃亏呢？将来上吃亏，还是我们自己吃亏，还是咱家己吃亏。现在大道普遍，现在大道普遍，大开普渡，大开普渡。现在道很好办，现在道真好办，是确实很好办呐、啊，确实真好办哦。哦，大开普渡，大开普渡。我从前听啊，先佛讲，前人以前听先佛讲，常常说大开普渡，是常常听说大开普渡，时常听大开普渡。我也不知道大开普渡是什么。现在嘛，唔知啥物大开普渡。现在我真正叫我遇上了。即现在呢，真正好真人拄到。我现在也很高兴。现在即嘛嘛足欢喜的。现在是我很累。现在是也足忝的。嗯，像跋山做前人也没有我这么累的。像跋山做前人嘛，无像咱前人遮忝的。你们知道我累到什么程度吗？您知影前人忝到啥物程度不？唔知影。唔知影。你们都不跟我不接近。您拢无甲前人接近呐？不了解我。无了解前人。哈，我很累。前人足忝的，工课真多，工课真多，做不了，做不了，做不了怎么办呢？做不了要安怎呢？嘛是爱继续做，嘛是爱搁继续做。我们立礼院，咱立未完。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鞠躬尽瘁，死后已矣。死而后已，死后已，死后已。哈，到死为方休。到死方休。所以我的责任呐、啊。所以前人的责任要负起来，爱负起来，不能够偷闲夺懒，别容易偷闲。偷的偷懒，偷闲夺懒，偷行，未使办单。怎么累也要坚强。安怎忝嘛爱坚强。所以现在我在有关系的哈。所以现在跟您有关系。市农工商啊。市农工商。都是病假期区。拢病假地区。这叫大开普渡。这叫做大开普渡。所以我跟着我上边只有老先人。先人的顶面搞老先人。甚至是我们在天上了。师尊师母在天上了，对不对？对吧？那么下边呢？下边呢？哇、哦，一回头一看呐、啊，回头一看，哇，千千万万，千千万万，哇，这么多人，这么多人，哇，真是，一方面很高兴，一方面是真欢喜，一方面也是很
真惊着着。一方面嘛真惊啦。不将大家带好了。无将大家带好。这怎么对得起老母呢？要哪对得起老母呢？怎么对得起孙师母呢？要哪对得起咱师尊师母？怎么对得起先人呢？要哪对得起前人？所以我每天呐、啊。所以前人每一天。就是哈，这个生活就是这个生活。生活就是这个生活。啊，都要负这个责任。爱负这个责任。当初呢？当初呢？没有事儿好办。是无代志好办，一直找事儿，一直找代志。现在事儿都办完了，即卖代志呢都办未完了。已经带跟着老师师母老先人带到一个大开普渡了。对，跟着咱师尊师母，跟着咱老先人已经带到一个大开普渡了。这不简单呢？这是无简单哦。这是列入一种大事因缘。这是列入一个一大事因缘。呵，所以我们在一起办道人。所以咱道顶咧办道的人，都是有缘人，拢是有缘的人。所以我们分作士农工商。所以咱分作士农工商。你们这一届，恁这一届列入什么届？列入什么届？农。农。这内底哈。这内底。也有农。也有农的。也有工。也有工。也有商。也有商。光是你们这个小单位，干恁这个小单位就占三届，就占到三届。你们很光荣的，恁真光荣，你们很有前途的，恁真有前途。只是里边没有读书人，只是讲干内底无读册人，没有这个大学在校生，无大学的在校生，没有大学生，无大学生。除此以外，你们都有了，除此以外，恁拢总有了，有没有？有无？有。种地的，种田呢？现在你还种地。现在你还有种田呢？老农夫。老农夫。你还有田头种？还有田头种。举手。请举手。有田头种。有田头种的，请举手。就是你们是农业社会。您是农业社会。好。好。我们做工作的。咱做工作。在工厂做吃头路。在工厂内底咧吃头路。举手。举手。工厂的。这是工厂的，吃头路，吃头路，做工的，做工。你们是工业社会，恁是工业社会。好，商，商，做生意的，做生意的，大生意、小生意，大生意、小生意，拢是生意，拢是生意。俺都生意人，俺都是生意人啊。嘛是未少，嘛是未少啦。你们看看你们这个。一个小小的单位，您看一看您这小单位，小小的道场，小小的道场，就包括三界，就包括三界啊，农农工工商商，就很好呢，这真好哦，就发展这个你们很有潜力，您真有潜力，很有包含，很有力，真有包含，真有力，很有宝贝呢，真有宝贝啦，哎，发掘。爱发觉，要去开，爱去开，要去创，爱去创。宝山要开垦呐、啊，这个宝山爱去开垦。你不开垦，这个宝山也是没有用。你若无去开垦呢，这个宝山嘛无路用，对不对？对不？你说这个宝山开垦是谁去开起来？你讲这个宝山要去开垦吼，什么人去开垦？大家。大家啦。一个人开就开吗？一个人开就开不？要大家的力量，爱大家的力量，这个宝山才可以开得开，这个宝山才开得开，这个宝贝才出来，这个宝贝才出来，愈傲愈多，愈傲就愈多啦。所以现在我们大开普渡了，所以现在咱大开普渡，哦，这个士农工商啊，士农工商，四座大宝山，四座大宝山啦，哦，就是老师是我们大德，这是咱老师是我的大德，啊，老先生德性，老先生的德行，他竟然在我有关之下，竟然在咱先生有关之下，有四界的宝山，有四界宝山，你们有没有看到啊？您都看到不？你们也不跟着我走，您哪不要对先生行？哈，我一个人走，先生一个人行，我一个人行呢，先生一个人在行，行，满世界行，行满世界行，看到我们的宝山很漂亮。看到咱的宝山真水、啊、你看现在大学生啊，现在大学生南北部太多，南北部太多，一班都变成两班，一班都变成两班，一开班的大学生这么多，一开班的大学生就足多，这个不是拿钱买的，这不是讲提钱就买得到，一般人也得不到，一般的人得不到。你说老母将这个宝山送给我们了，您讲老母将这个宝山送给咱，哦，这是很难得的，这是真难得咯。我的心呐、啊，所以前人的心，我的时间呐、啊，前人的时间，要一部分付给他们，一部分就付给因，要好好栽那个带他们，好好带因，带大的话，带到大汉，他们将来都是人才，将来因拢是人才，这是事，这是书，农，农，我这也是很奥妙，这嘛是真奥妙，我也每校进禅。
前年也袂晓种田呐。到现在种田，咱哪种我也不知道。到现在种田啊，前年你嘛唔知影。我跟你们农业社会的缘很深。前年呢，甲咱农业社会的缘真深。啊，彰化县。彰化云林县。云林县。彰化县。彰化县。干那种田的啊，我卖袂了。干那种田的前年都卖袂了啊。见了文化前年。见到前年呢，就甲前年讲前年。我也袂晓讲种田的话。前年也袂晓讲种田的话。怎么回事都带出来了。唔知怎安怎代志吼，怎么拢拖出来？这不很奥妙吗？这是不是真奥妙？所以有时候他们年轻人在研究哈。所以有时阵年轻的人在研究。奇怪啊。奇怪哦。现在，当成石龙工商都不是呢。前人当初石龙工商拢唔是呢。也没有那个大学。啊，无读过大学。也没有种田。啊，无种田。也没有做工。啊，无做工。伫厝也没有做行李。伫厝也无做行李。是一个小姐。是一位小姐。他就没有在家里什么都不做。他是有影吼，伫咧厝的时阵，什么代志都无做。你说来到台湾怎么回事呢？来到台湾是什么代志呢？就是他们年轻人的观感。因年轻的人的一个观感。哦、道理奥妙。道理奥妙。不是人为。不是人为的。不是前人一个人的事儿。不是前人一个人的代志。这是老师是我们大德。这是老师所谓的代志。天命。天命。就是大家的缘分。大家缘分。越既然这样子。如安呢？越有他们越有信心，因越有信心，越信道理尊贵，信道的尊贵，信天命，信天命，信仙佛，信仙佛。这种因缘是不可思议的，这种因缘是不可思议。你们有没有感受？你有感受不？感觉有感觉不？有吗？有不？有。所以我都说呀，所以前人就讲，我们这个全台湾省啊，咱全台湾省宝贝太多，宝贝太多，奥不掉。挖不掉了，你们就占着三个小宝山，您就占了三个小宝山。所以我希望你们大家，所以前人希望咱大家，你们通心通德，同心同德，里边很多的宝贝，内底真济宝贝，你们要去开垦，要去开垦，或者挖出来，给挖出来，哦，就献给老母，献给老母，献给老师师母，献给老师师母，献给老先人，献给老前人，献给道场，献给道场，你们将来前途啊，您将来前途，前途无量，前途无量，就开开了。开开了，敞开了，敞开了。您在前边，您在头面前，接足先登啊，接足先登，是缘分深厚，缘分深厚，功德无量，功德无量。我讲这些话，大家知影不？前人讲这话，大家知影不？知影就好了，知影就好。那么下边呢？下边呢？应该由你们本摊的某一位点穿师，应该由您本台某一位点穿师报告到的这个过去。报告这道的过去，现在，现在，未来的展望，未来展望，以及你们的成绩，以及您的成绩，以及您的优点，甲您的优点甲缺点，给大家知道，让大家知影，大家应该怎么进，大家应该安怎进，让我知影，让前人知影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